那开台，开台，好吧，开台，那好，继续上上下下，再讲，继续再讲，开台了，开台了，他在上上下下，好色哦。开台了，等我一下，开台了，不该讲的不该不能讲了，讲的不能讲了，没有讲完了，不要乱讲话哦。好，阮今天做好了，阮今天一明天。以卵击石，死的！拿个卵，谢谢。呀，我怎么在这里？消失的校长。M 一六六是不是有时候不太会通知啊？我傻眼。什么 M 一六六？就那个退那个 Discord 的那个机器人。六 ，M 六。哦 ，M 六。哦，我一直都叫 M 一六六哎。他没有两个六，他只有一个六。啊，只有一个六。啊，拍谁？没事。他是两个一啦，白痴哦。你伤到我好痛哦。我好痛哦。你是拿刀捅我？我拿拳头。哦。小雨啊，忘了先找音乐了。我没有啊。这么痛。麦克声音那么小，嘿。嘿。嘿。校长来了，阿干，阿干，阿干，哦，校长大招，校长没有，哇，谁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谁什么有意见吗？谁你骂脏话？谁？小雨同学说的，不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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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放烟火，好啦，今天呢，原本想有活动啦，啊，不过因为少一个人，团团请假，啊，那个店里面出点问题，所以他赶去帮忙这样子，那我们就自由活动，自由活动，我的，好，讲一下副本没有改吗？啊，副本小改。小改，对。然后呢，会掉一些卷轴了，那个装备的卷轴。哦，你说副本里面吗？外面。外面一样，皮袍会掉。怪，对。哦那角落变成这样子了。对，传送点改变，传送点改成这个书架这边。好酷！酷耶！我是巴士卡住了，你输入卡了，没有问题。不会吧？好棒！校长乐透啊，乐透，等一下啊！老板，我要买乐透。老板，等一下，有了，真的有了。哦，今天16块耶！我买。哦，还有数量上限吗？石头16块吗？重置十。我全拉了，全拉了。哇，那太快了吧！我就是那种排队那个阿尚超快那种。阿尚好，他没有限制，你要全拉也拉不完，拉不完。真的没有限制。他要说哈了，他要说哈了。我先存一些好了。除非你能一次买99999个。没有啊，没有。那还是蛮强。我觉得有的话，应该只有希特酱油可以了。不是吧？我记得繁星也很多钱呢。你猜呀，你猜呀，你上次中最大奖呢？你猜呀、啊，你猜、啊。对啊，你中几次大奖？该不会团团的幸运搞在他身上吧？哦、完了，在他家没有的话，就在他身上了。啊，我就说嘛，我在他家看的啊。我的8号又被买走了，可恶！我可以买18号。希望。可以讲，5号已经建议会中，因为玩大的、玩那个大富翁，一直中5号。5号，昨天我中了三次，昨天就是今天。我们昨天玩跟15号啊，我们昨天玩一场大富翁中了3次乐透，好扯哦，扯夸张哦。那你们玩一人一次啦，一人一次。那个玩250千能不中吗？250千太久了，玩到后面真的是很累，想说快点结束，你知道吗？那不是玩到后面不是差不多一踩就炸掉了吗？啊，不是啊，他们也钱也是多到炸掉啊。就是100多万对，对上大概也是100多万这样子。好扯哦。结束的时候，我的总资产是200多。哇塞！哎、欸，那你们大乐透中什么数字？你们干嘛呀？5跟15都有，还有18吧，18还是8忘记了，我记得我有4次，超扯。啊，任务有更新一些，
好。哎、欸，没有火了吗？哦耶！妈呀！耶耶耶！开始农场大亨了，开始要现在开始大家都要农场大亨。农场还没有。我要等下去偷种子。我要去花钱。有没有观众就把那个我们的常年累月累积下来那个号码中奖的号码做个统计啊？主要那个看酱油啊，主要是看酱油哪一个？什么啊？那酒酱油啊？我说数字嘞、欸，就全部啊，就看酱油是什么数字啊？哎、欸、哎、欸，哪有？哎、欸、上酱油都随便买啊？真的吗？厉害！上学期繁星中比较多次吧？他不是乐透王吗？是数字，不是次数。哦。是数字，不是人、啊、人的中号码的数字，不是中的次数。他是说所有中奖的数字去算那个每一个的哪一个比较容易中。哦哦哦，对，并不是谁比较会中这样子。哦哦，哎哎哎哎，是我误会。被你发现我的科技农场。没事，我不会。我也要发，我要去发现一下。然后就很简单啊，就这样而已、啊。哎、欸、哎、欸，你把。我怎么回错了？我算回错，没事。没事。嗯，现在是要甩锅说哦，杰克传送干嘛？我回错了，我不是很多钻石耶，傻眼了。我的钻石钻，我刚刚放十个钻石钻在那边，杰克，你要怎么办？你那个是青色羊毛吧？青色。睁眼说瞎话哦。我哎、欸，我这个羊毛一定要来去把它变成钱的形状了。去吧、哎呦，你羊毛变成钱？对，今天是办什么啊？我今天要去搞浴水。今天很惨哦。哎、欸，今天有那个、啊、马铃薯啊。对啊，马铃薯有甜菜跟小麦。小麦。阿旺聊什么、啊？熊猫。我抽到浴水剑，没有消失诅咒的。哦。消失诅咒，有消失诅咒也没差、啊。可是这样，我附魔如果不好要起掉的话，不是会卡住吗？哦，是啦，是啦，对啊，会卡附魔是没错。哎、欸、嘿，好，我直接买个29颗重置石皮、欸，好扯！哇，29颗，哇塞！便宜还不先买？我刚刚买了11颗，我觉得大概在15上下，就是一个很好的数值了，已经很熟了。把师傅的资产拿来买。所以就看你们要用装备吧，你有要用装备再去用。对啊，把你买一买也是存在那边。哈记，嗨，你好，请问你有在？没有。哇，那我看到啊，你都没有对不对？那我看到那个潜能鉴定桌这边有59颗喜能石、欸，哎、欸，好像是我的，好像是我的，好像是我的，我是怎么没有吗？没有啊，没有啊，你看错了吧？没有吧？没有，你看错了。哇！看到有没有三？怎么会有女巫？看到有没有三？怎么会有女巫？有小改吗？小改吗？啊！我没有做调整，怎么会有女巫出现？他说我小改啊。我们还能穿一万格吗？什么东西？我们还能穿一万格吗？啊，可以啊，在书那边有没有？刚没听到的、這個。哦，我在那边一直绕了五六圈。你刚刚都没在听。哦，女巫因为小改。没有，这是偷盖！我怎么知道他会有女巫出现？怎么那个呢？人传一万个、啊，传一万个，传一万个！你要杀死我吗？你不要拒绝他！你不要拒绝我！我没有拒绝我啊！他出存之前，他就已经在困扰了。你应该打副本了，我传一万个了。要死了啦！他真的快死了，他剩四颗星，四颗星。那我要传一万个喽！要出事了啦！你一直打副本哎、欸，一万个，一万个，哎、呦大家一起传，大家一起传。你就不要换你打副本，大家传了，跟你讲。对啊。没有，我觉得大家一起传，他这条可能会先爆开、欸啊。不是啊，对，对，跟上次一样。啊、对，这个改过，就是如果以多人的话，怪物量并不会。变多了吗？变更多了。哦，相同量吗？那增加的是什么？还是血量？我就是加血量。哦，改血量了，直接是血量。哦，啊，那之前好还是坏？也就是说，你可能
八个人挑战里面写的都是八倍这样子，但是他奖励并不会增加。哦，好，要死掉了。那个血量唱片还有用吗？不会啊，这样子你看分开这样，大家一起就怪量，怪量比较少的话，也比较不会打到你们了。可是应该说变得可以集火啦。嗯，可是可能原本两下一只啊，现在要变成二十下一只这种感觉。啊、那你们就要拿捏了啊，拿捏啊。欸、我在想，盗界塔打完的那个村庄英雄交易有用吗？不是有吗？我记得有。那这样从自食会不会更便宜？我、欸、我要去干大事。对，我其实想盗走。你们要先去打，是不是？对啊。体验了动能。因为我已经坏一些些，没关系，这算我自己亏了。所以你要去吗？好，请用。好。哇，那这样子会很便宜呢。那个钱，请用暴走，就搞不好没有啊，对不对？调过哦，搞不好没有用啊。没事啊，我们用个村庄英雄一就好了。可以啊，村庄英雄，没有打快点啊，测试看看啊。怎么我的麦块音乐跑出来了？他想让你听，噔噔，听我，听我，听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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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这是麦克？好像太对哦。这很麦快啊，很可以。他自己书本里面没有那个少界塔，因为那个上次也没有输入在那个上面。那个 DC 有，你看，我记得是 DC 有打，是我打的，是我打的，好像。下，你这次再帮我打上去，就是提醒我一下那。好好，再付五千三千，要干嘛了？有没有人有还不错的盾牌、啊？我可以一直都在收，我想死了。我现在只能用借的，我觉得这两个都太贵了。有那没有再普通一点的等级？有钱还是无钱的？无钱的我可以直接免费做一张给你。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干话？我这是有钱的跟无钱的打，无钱的马上做就有了。感觉好像在讲风之谷哦。你要吗？可以帮你做，要不要？你要不要小资装小资装，其他自己去充。欸、其实小资装那个好像都蛮抠的，很抠啊！我问一下、哦，认真懂吗、欸？你问、欸、商人这里有一个头盔，这谁的？对，我刚有看那个头盔，不知道是啊，那个杰克的啦，那个杰克的测试的头盔吧，那个烧毁就好，哦，烧毁就那个烧毁，那个因为那是备份的，那是备份的，哦，烧毁。哎，曾经的我是爱好动物啊，自从现在食物短缺，见一个砍一个。你们之前有爱护动物吗？你没有吗？没有啊。请问小机场为什么会就此毁灭？哎，等一下，这个听我娓娓道来啊。以前的我看到小动物，顶多用手打它一下，不会有后续动作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食物短缺，我只好拿着剑打它一下。打到死了。所以你说，你是说这个举动是因为校长害的喽？哦，对，校长啊。哎呦，对啊，那就是校长，就是已经预测到那些动物繁殖过多了，哦，那酱油，你知道小机场已经好了吗？啊、你可以去里面拿。那你知道是谁弄好的吗？我不知道。大家，除了你，除了你，除了你，不是、啊，哎、欸，你要有的吧？你要想哦，引出来的是谁？等一下，我也是有贡献的、啊、你看啊，我知道里面的小鸡太老了，它已经孵不出蛋了、太老了。然后我家宠物感知到，所以才去。那你是在嫌弃老人？对，那你是在嫌弃老人？做谁老？做谁老？你是那个火车年轻人跟老人选一个要死，你是选老人要死的？选一个。哎、欸，不行，最近火车有点敏感，不要抢。哦，没事，我如果说我就不要，不要，先不要。很辛苦很久了嘛，是时候该让他享乐了。啊，是这样享乐的吗？啊，他会上天堂的。我刚刚听起来这样的言语有点恐怖，邪恶。
我觉得要不要酱油？你想不想享乐？我不想享乐。我觉得这还是要努力一点的、啊。我辛苦一点，辛苦一点啊、哦！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阿姨。酱、啊、油，就是、不想努力了。酱油，我不想努力了。怎样？我可以把师傅的财产分给你们。好啊，我好别的去、啊。不对，你可以让你师傅先去享乐。你可以让他比较快乐一点，不要那么辛苦，对不对？你就可以拥有那笔钱。哦，好像可以有道理，好像哪怪怪的。你看、哦，这遗产无法反驳，遗产都是你的了。就是师傅，我不想努力了。我不想努力了，抱歉。太可怕了！我是在炸云团团的保险金吗？没有啊，团团会先炸你，团团炸你。我觉得团团会说啊，既然这样，那我就先把钱拿走花掉喽。我先帮你赖他。我说，哎、欸，团团酱油不要啦。团团，你最近你要小心一点哦，你要先发个不自杀声明。不自杀声明。对啊，有人说什么啊？万一我什么几天后都没回应的话，帮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话、啊？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我觉得擦完红石火把之后，怪变更恐怖啊！怪变更恐怖的意思？对啊，因为照着红光嘛。我攻略不进去、欸，我快有点打不完嘞、欸。那个时候还没那个，把间隔拉宽。没有怪打，间隔拉宽而已。间隔拉宽有拉宽啊，太少怪了，太少。然后有拉宽，那个是两倍密，之前是两倍密。对，之前是隔三格，现在是隔五格吧。那主要是蝙蝠啦，七格吧，我记得是七格。没有啊。没有，之前是三格，我谁放的？谁放的？就是你。没有在更之前、啊。哎、欸，他寄新的卷轴就是防具上面的了吗？对。哦，我看到了。哦，我打到了，掠夺有用哦。掠夺对啊，我可以卖这些东西嘞、欸。那幸运，开店开店，改回来的幸运有用吗？对那个。有用了，未来在洗钱的时候会洗到幸运的。哦，有知道了。那洗到了，幸运跟掠夺会加成吗？掠夺是属于那种你会不会打到，打到跟有没有打到与否会掠夺会影响、嗯。那幸运是你打到之后，它的好品质跟坏品质。哦，我要穿打宝装了，谢谢各位。打宝装，再弄一个打宝装了。我们先去用村庄英雄。好。村庄英雄。举例来说啦，像打那个精英 BOSS。我设定是、欸，有好几个掉落阶层，你可能钻石掉16颗到32颗，有可能32颗到48颗这样子。但是每一个阶层、嗯，你打下去的瞬间，它会有随机数字跳其中一个阶层，然后再去甩的那个数字。那如果幸运多一点的话呢，就是越往下的阶层越高这样子。好，就是你可能比较高几率会拿到96到128之类的这样子。哦，尾刀该给谁？大家知道了，都给你了。没有啦，伤害叔叔交给我们。我还没尾刀给你，我还没有抽。我们其他人打一下就好了。行。我们家人，然、啊、后知道了，贴打一下喽。打到有了。那是装盲仔吧？好忙好忙好忙哦！三到四哎，好可怕！三到四就很难抽了。10%就会这么容易爆？对。我知道我上次那个。五到六多难冲了。你上次是掠夺吗？你上次是锋利吧？锋利啊，锋利啊！没有掠夺更难冲。对啊。我觉得他上面写那个过的几率有10%，爆的几率40%，其实是反过来。你记得我前几次讲的几率是什么？浮云吗？没有，他就是装饰，他就是装，他数字而已，只是数字而已。汇报，汇报就是汇报，汇报就汇报，汇过就是汇过，就是汇报，汇报。职业写的不会有差别，汇报一定汇报，怕报，怕报，怕报，宇智波怕报，怕报、哦。你好久没有讲宇智波，blah blah blah 的啊。
上次好像影响到人家，我当时听到有人讲说宇智波怕爆，然后就赶快赖讲说你是不是去感染人家，一直在对人家宇智波，宇智波羊驼不会掉肉。好了，这样就好了。哎呦，加什么苦力发？加，可不可以苦力发炸一下？好，我去。你怎么那么好运啊？我就刚好在那个造界塔，纯白的猫，纯白的喵，有要吗？纯白的，我看一下。我们先带回来吗？对啊，我想说，先带着。我去蛋瓦节，我拿个鱼。对啊。你说要收集猫咪花色，我上次听有养猫的人跟我说，养猫会有一种会有一种趋势。我说什么趋势？一开始养一只，啊、想要跟它会生子啊，然后想跟它共度终身，然后会再来会觉得一只太少，两只刚好，再来会想要收集所有花色，这是真的，对吧、啊？传错了，就是会越来越多，它在这里面往那边共生子。有人在家吗？我想回个血，我刚刚撞了好几次墙壁。阿旺一定在家，记得吗？这样的。阿旺一定在家，记得吗？那地府里，府里。在他家还没盖好之前，他都会在家。他家好了啊。那你可以不要。他在内装。对啊。我内装已经装了，我要崩溃了，先放置了。哎、欸，你不是有委托吗？委托帮忙装潢、啊。现在就是还没有人接啊。对啊。只好自己来了，自己动手，就是一点一点弄了。那你看，等那个老板回来，团老板、团董、等团董回家，就会装潢的。还能帮你装饰那个吊灯、月亮之类的出来。对啊，对对对对。然后就很多人去，很多人就月亮撞地球。哎，你们有谁去撞到过啊？我没有，我把撞到两次，对不对？四个人撞到，我跟哈就是狂撞啊。我没有狂撞，我。两三下，两三下够了吧？两三下，没有撞多下，真的啦，没有。有我跟四五六七八下吧，跟七下越来越多下了哦。多高的？我们说我们要在那个建议团里面放一个那个收钱的音效音按钮，赚到稍微收钱喽。哇，是进账的声音。对，就他靠的是撞人家撞到那个月亮回本，对啊，太好赚了，那月亮很棒哎、欸。他是刚好在椅子上面，不是啊？你在一楼不是看到两个月亮？有看到吗？你不是看到吗？我就是坐着起来看给啊，我就想说，你坐着撞，你坐你怎么能撞到？没有椅子，这是讲不同。你坐在人家饼干的桌子上。你是在哪里？那个是饼干的桌子哎，不是，我是在放那颗月亮。对啊，没有月亮，那个月亮在饼干的桌子上呢。你怎么坐下去再别撞到的？是有一颗吗？啊？你是说另外一颗？还有两颗吗？你是走到隔壁店？你是在弄？对啊，另外一颗也没有啊。两颗吗？你这边另外一颗也是在饼干的上面呢。对啊，他另外两颗也不是在。可以坐的地方、啊，很大颗的呢。对啊，两颗是杨大颗的吧？一样大，一样大。我不信，我们明天再去撞一次。他今天想吃草衣面包，再带他去弄他。我们再去吃一次。我觉得是你记错了哎、欸。我觉得你不可能撞得到哎、欸。对啊，你撞不到吧？我觉得你撞不到这个有两个意思。对。轻轻，你是发发吗？你撞到的确定是月亮吗？是发发吗？我打算编一下，发发吗？那个甜甜圈真的是很好吃哦，尤其是包草莓那个。哇，还旋转，还旋转，旋转，真的很好吃。各位你们一定要去吃。好，我们换个话题吧。被旋转了。你说某个人抓着小雨的手说：“请问你是发发吗？”然后真正的发发在他后面。怎么呢？怎么会有这种事？哎呦，哎呀，怎么会？对啊，怎么有这种事呢？啊？发发，发发，发发，
我在看我的猫咪啊，哎，不是，哎，我觉得那一天的小雨变化很大，我有点没。你是不是说它变很大？哦，你说变很大，你说清楚哦。你越来越坏了，哎，天哪！我哪有？我吓得不小心踩到狗了。还是你说没事算了？你想说什么？我觉得讲出来我有事，是不是？没事没事。小雨要备案了哦。我们提高还蛮高，是不是？到你之后的退休金该找谁赚了？可是我刚刚被人家说那个变大，应该是蛮开心的吧？你是啊？可是我不用变大了。所以我没有。我觉得小雨已经够了啊。我觉得不换个话题好困难、啊、我觉得你们这很不妙。什么叫刻意的游戏？刻意的游戏插死啊！你做了什么事？我在炸浴水。这个你啊、哦，难怪你跟我要买床哦。他跑去地狱睡觉啦！这个哦，啊啊，他跑去地狱睡觉啦！我想说，我没做这东西出来是什么鬼东西？骇客，骇客又来了，骇客。你做这东西啊？我在炸浴水，不小心。麦块有这样子的哦，酷哦！是在中间炸死也会这样哦？哦，我去世！我不要哦，很贵。是啊，一个学费而已。你知道一个浴水定是40颗钻石，一钻哎。有人这里好远哦，我不想再跑一次。有人可以帮我记个点吗？记什么点？你在哪？他在外面。我在那个少界塔，我想说我已经拿到不祥之兆了，哈，我想要回去触发一下。我题外话一下，那个天气有的关，好，我拍起来了。天气你可以回来关啊，可以啊。在，我看一下是哪里。村庄被球趴咯，村庄被球趴。你要不要先打精英啊？先过来我这。哦，好。对，我拔掉了，我拔掉了。痛。有人可以TP过来帮我一下吗？等一下，有点忙，我已经蜘蛛在飞了。现在蜘蛛在飞。你们家里谁有牵绳的？我家很多史莱姆球。我有，牵绳史莱姆球就有了。对啊。目前量产的只有繁星。对。嗯。耶、yeah。哦，他吸血好多。快打！快打！给繁星尾，不用，我没有幸运，白痴哦、喔。哦，对哦，你没幸运，真是。那是。那谁有箱子？没。那。哇，箱子有几个人？有几个人？四个人，我们四个。四个好。一个。第二个。耶、yeah。第三个。耶、yeah， 赚钱、okay。 再付这一颗我的头颅给你。嗯，我也有一颗头。我都波波吸到了。哎，我吸到吗？哦，那我来装饰阿王家。我放在野外这里一颗头颅。你要装怎样？你要装怎样？你干嘛？喂！太奇怪了吧？杰克，怎么装个头？你那个杰克，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他进拿史莱姆球吗？哎、欸，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帮你拿那个、啊？身上有几颗？你要不要？我拿到了，要打突袭哦，呀、yeah ！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哦，突袭我来了，安子 C， 安 C 哦，安 C， 是客家话吗？哎、欸，那个在墓园，墓园，安 C。看看我会打到多少绿宝石。这是谁家的猫还没坐下？小雨吧，是我家。会死哦，小心，小心会被砍哦。小心被砍。有人专打不乖的动物哦。不是这个油箱子，那个伐木场。好，坐下。刚才跑兔。啊！绿色的，他没写名字，对不对？他没有写名字，他没写名字嘛，对不对？那应该是我的啊，那应该是我的、啊，没我的吧？然后上次捡哈基那个影片，有一个没有写名字啊，对啊，他没写名字啊，名字啊。
大家开始为了不择手段了。嗯，为什么啊？在哪？哈基家里。熊猫，熊猫元钱。声音听起来超像哈基。哈基，哈基。有谁要那个吗？杰瑞兽。放逐自我。啊？那个、啊，那个。啊！打队长，打队长拿的。吓我一跳。那要不要吓一大跳啊？对啊。一大跳跳啊。那你又被你又撞到月亮了吗？对啊，怎么能撞得到？哎、欸，他是那我撞到什么呀？他是到我们鼻子眼睛的高度哎、欸。哈哈哈哈哈！不是有一颗球吗？我就撞，我记得我撞到一颗球、啊。那个起码身高160才撞得到哎、欸。哎、欸，真的？不是，我讲真的，我讲真的，你不要等一下。完了完了，身高大了，不是完了。那他刚刚没撞到。我觉得我的心很假的假的假的。那你还你有我们这有比过身高吗？啊、就是那个小雨小雨爸爸还有酱油。但我觉得我跟爸爸差不多高啊。没有、哦、没有差了，之后差了大概一只尺。哪有差那么多？一只尺15公分呢、欸，差很多嘞。一只尺，哎，真的是一只。墓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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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园。哎，全部在墓园上怎样？在墓园的屋顶上。哦，我卡。他们在开轰趴、欸，哎、嗯，来了，来了。绿绿的，绿绿的，绿绿的。哎呀，哦，死人了！对不起，1块钱，1块钱，哎呦，礼物。好、啊，不要丢我了。这个不想提之有没有用、啊？安之谁？没什么用，那个就只是打你打赢队长的证明而已。哦、嗯，墓园，妖墓园，是墓园，墓园怎么这么容易出？也是合理的。合理啊，合理吧？他们是从墓园里面爬起来的，那应该都是骷髅啊！没有，他们是还魂嘛，还魂夜，今天是第七天。啊，都啊，敖总死了39次啊！我天，你到现在才知道吗？哎、欸，我有上面有磕哦，上面有磕哦，有啊，没有写磕，没有磕啊。那我之后都改名哦，那个我一拿到直接改名，直接把这个名字改成钻石。我绿宝石叫钻石，你把 MyPay ID 改成那个好了啦 ，Diamond， 在甘蔗场前、欸，那个蜜蜂园也有一只啊，有啊有啊都有。我看到钻石喷出来，哎、欸，不是钻石，那个绿宝石喷出来，然后有人从我面前走过去。没有绿宝石，你拿去啊，你拿去啊，你拿去啊。没写名字啊，没写名字，不写名字哦。我有，谁抢到谁的哦。我没写名字。Tommy 没写名字。Tommy 没写名字哦。Tommy 没写名字啊，那你要跟 Tommy 讲说记得要写名字。我那就把他写名字上去。你要剃毛啊？我去检举你，又是墓园喽，墓园，哇，墓园很忙哎、欸。啊，薯条的啦，薯条的啦，不要再跟薯条抢。阿呆的，我快被打死了、欸，靠呗！我被连续结尾说撞了好几下。哦吼，阿赖博士，哈哈，我珍惜生命啊。哦，好，就这样，好，回到小雨，没有珍惜生命，就像第一名一样。哈哈哈，我世界冠军了、啊。哦，到我小弟，老虎耶、yeah, 英雄，那去看喽。不是我们打架，还在脱中装。因为你知道你们上次在打的时候，我也是完全在盖杰。安心，没有特价，是的，特价。那为什么人家村民都是在左边，这、那个交易是在右边的吗？哦，所以他会有差，交易在右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不是有两个东西换一个，嗯，村民不是应该是在左边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空气，哦，对耶，哦，第一个是在右边，哦，哎、欸，你好聪明哦，一定是观众说的，不是，哦、这应该是查得到啦，所以他省的东西通常是左边省的东西，第一个吗？哇，那只有我崇拜你啊，哇哇，那我省了空气耶，我好崇拜你，省了空气，你好省了空气，赚翻了，赚翻了，真的超神，
买空气送饼干赚翻。可能消费成功。这氪金哦。没有，刚刚是好友通知，怎么有人拖了两只鸡？你是要打夜妹对不对？鸡上面有写名字吗？鸡上面有写，你要写名字。你是哭还是笑？哭笑不止，都有。我只是觉得很荒谬。秋代。那天讲跟你说秋代是什么意思，我也笑得很开心。对啊，他说不好意思，我秋代。秋代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吗？啊、这个概念、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听过啊。对啊，啊他秋代没听过，他就是当天有问啊，他当天有问。他就是当天的，我就觉得很神奇，他是很真心的、哦啊。我讲他都没笑得这么开心，然后他你们讲他就笑得很开心，我有点小难过。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听过这讲法。对，我想可能平常讲的干话太多了，然后他觉得就是可能最讲干话，就是干话，是不是？没有特别去问的，这个应该是干话了。哦，那我知道，下次我要讲什么，讲干话要叫他讲给他听。你可能下次要讲，哎，有啥秋带啊？没有，我跟你讲，但是跟我断绝朋友关系。别揍你，别揍我，有啥？有啥？有人要打龙喽？对，我要去屠龙了。好、啊，要把龙复活哦！对啊，因为全怪物有需要打龙啊。嗯，现在只差龙、哦，龙是其中之一啦。有没有、啊、你那个僵尸猪不兽有打了？那些我都打了。哦，好猛哦！有没有？啊，我现在剩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种怪物。哦，还有七种哦，那还够七。皮卡狗七种，皮卡狗七种，原本有三十几种呢，剩七种，真的很厉害呢。哇，我觉得我被敷衍了。对啊，为什么？有没有人有眼泪？至少他不是说笑死人了，救代，救代，救代，而且还要救代，救代。我妈跟我一起来发大财啊！你要发什么大财？你要一线激进啊！你要发什么财？我是不希望是赌博啦，是啦，不是啦。我跟你们讲，真的最近那个赌博真的不要碰，真的是恐怖。嗯，因为最近看那个你知道大麻那边的一个 YBB 吗？哦，对，那肯定就是那个事件啊。对，烧很大，就是大家真的是。不要碰赌，真的不能碰赌。对啊，也不要去骗人，像 Bobo。啊，家人啊，我只是是会把麻将不小心碰到牌而已。你就喜欢敲牌嘛？哎、欸，我真的是，为什么我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哎、欸，那是昨天刚讲完，今天马上又犯了，我真的觉得我太扯了。你也知道太扯。对啊，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不过还好，我还摸回来了，还蛮开心的。欸、很扯哎、欸，超扯哎、欸，怎么可以丢掉，然后又不自己摸回来的？啊、是摸两轮的呀，够夸张。扯，开始，难得可以这么好运。哎，很吓人。确实难吃，谢喽。哦，我家狗会敲门哎、欸。你现在才知道吗？哦，好吧，我知道了，太慢了。你家狗不是原本就会敲门？我刚刚听到它用尾巴在敲门哎、欸，尾巴在敲门。对啊，然后我开门过去看，它就很兴奋，然后我关门以后它就敲门，好猛哦、喔！我家狗好聪明的，它可以去赚钱的。你知道它还会翻垃圾桶吗？它还会哄空翻。我跟你说，我家狗还会哄空翻。谢喽。他还会请主人来收垃圾，请主人来收垃圾，好困扰。我觉得再过不久，他就可以自己去赚钱吃饭了。恭喜你养到一只会自己赚钱。哇，你这个意思是你要弃养他了，对不对？
哪有？哦哦，那你说你是成功的狗狗，应该是养活自己吧？对啊，我很爱我家的狗，虽然它会咬我，还会翻垃圾桶。先报警。我很爱我家狗，还有我，还有圣诞一起我传的十万个。你提早讲，会死人。可能卡了，刚好有人在打副本就完了，或是偷偷打精英怪，突然被打死之类的。哎，那抓包了，抓包，抓包。就像你啊，你每次都打精英怪被打死，还喂喂喂，我有吗？你没有吗？你偷打三次哦，都有剪精华哦。酱油哦，我怎么记得有一次是小雨啊？有一次就是我打到一半酱油走过来啊，这也是酱油就对了啊。也是我好死，而且这次打了还没掉东西。哦对，哦打那个，那次还是帮你带的产物还是怎样？有的，我幸运好像很难洗耶。啊，可是我刚刚一直洗到幸运了，我想要攻击。我又洗到一个幸运。那你们两个互相交换一下。我刚刚洗了一堆，就是顶多一排幸运。哦，我的也是一排了。我想要就是至少两排起跳这样子。你说满满的这样。哦，也不用到满满的，就是开场两排。有风之谷啊，都会两个至少才有价。中介，中介在哦。赶快去想，赶快去想，赶快去想！抢尾刀，抢尾刀，抢尾刀！抢尾刀哦！不要，想着直接哭出来。隐约会在你的背后很火的追逐。我会不惜用十颗钻石换你的命。哎，有没有开那个悬赏系统啊？像 GTA 一样啊，在他身上射赏金有没有？快把他杀了这样子。好像听起来不错哦，我出十颗把谁杀了这样？竞标，竞标有啊，上次就有啊。可以用喊的啊，用喊的就可以的啊，对啊，用喊的啊。阿旺，哎，我要杀你，很幸运嘛，来吧，你来干嘛？好，我帮我洗一下。可是我刚刚也是，就是洗一两个而已呢。没有，我反正东西我出嘛，你帮我按而已。哎呦，来呀、啊！勉强最好玩的、啊，帮人家刮刮刮乐也好爽啊！好爽啊！刮刮乐最爽、啊。你不要按太快哦，看我的。我要给你打。超喜欢刮人家刮刮乐的，刮人家刮。超喜欢刮人家的车。这很不妙哦。听起来很不妙。没有那个，这就不行了，这就不行。我、哦、看到人家那个钣金那个、哦、凹下去最开心了，哇塞！来了，好，看人家保险杆掉下来最棒了。哦，是再一次他就会鉴定了，对对对，鉴定，超越生死牌，女孩哦，这些收好的要，我看一下，我看有其他的，哎呦。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来吧，来继续。哎，不到，洗，不到，洗掉啊！啊，洗，你只要没看到两个，洗。哦，等一下，这些六。哦，那是抢好东西喽！两个力，两个攻击。哇，两公尺掉，消失诅咒宝。我等下是不是要去挖钻石我也来洗好了？笑死诅咒！笑死诅咒啊！笑死诅咒！笑到死啊！糗袋诅咒，糗袋，糗到袋。我等我一下，我回去拿一下。啊，你慢来。哎、欸，糗到袋来，糗到袋是三个音哎。糗到袋。吸引两只鸡的情况是要拿种子啊，还是拴绳？都可以。吸引应该写吸引啊，种子啊，种子吧。那可以在鸡塔旁边拿着种子吗？我是觉得可以的。好了，
哎、欸，这种讲法，梁志颖，反正两只，反正要吸引到两只鸡，你就不能确定说他是不是真的是看着你啊？对啊，你在打的时候，你也不能确定他有没有看着你啊？对啊，可是你可以就是落在外面吸引两只的话，你可以在打完之后看他是不是还吸引着，那就知道那个啦。是啦，要不然你就是要那个看着鸡的镜头，然后那个叫什么叶妹冲过来在你面前，这样就可以确定。然后鸡就一起死吧，这样不是看这两只鸡吗？就是跟上次要那个带三只蜜蜂，哎，这个一样。来，还是你要跟我收置顶？你有其他御水帽吗？是还不用，我钱先留着，等我盾牌要什么？吓一跳啊！那我就洗掉了。哎呦，洗喽！太大声，太大声了。还好快小声了。我这里我倒是没有听到很大的声音，这是全屏广播。玩家D Moon，玩家6666666，哎呀，玩家已解放了终结。哦，这已经有一个了呢。我想要两个，上个真人呢？真的，我没很多真人啊，重置可以用买的，想说重置先起到两个。说的，哎，干嘛两个幸运吗？啊，没有，我把那个确认键拿起来，我想要发生什么事了。刚那个啦，刚那个。我把中介水晶塞在姜永家的门口，一排一排洗一排洗。我本来是想出来挖矿赚钱的，就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好，这个留，这个留。继续，哎，继续。再打断。我刚刚说啥？你本来要出去挖矿的。我本来要挖矿赚钱，但不知道什么看到动物以后就一直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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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杀。没事，杀杀杀，没事啊。杀呀！好快啊！然后矿一个都没挖到，动物倒是杀了不少。现在那个二周年那个正在进行。你干嘛？都是岩浆白痴。你看白痴，你又把手东西丢进岩浆。那我自己跳进去岩浆。他把自己丢进去啊！怎么又了？又把自己丢进去了吗？没有啦，还在鉴定。啊，好好。燃烧叫回来了，啪啪！我快死了。幸运，幸运，很好。哦，死他！弄死他！弄死他！怎么弄死他？是20%，不是弄死他。误会，误会。哈哈，是误会啦。那你不再蒸下去哦？啊，我想说先洗一下，我真的不多，嗯，真的不多，真的不多，真的假的哦，请说，我在找小鸡那个岩浆，结果被埋起来了，然后丢垃圾，小鸡岩浆被埋起来，换位置了。小鸡农场哦，好像也可以去挖矿，去吧，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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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月台，对，杰克，哎，怎么了？又聊天时间没有话哦，又我了吗？对啊，又到了你的时间了。那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哈基一直对我过敏。他这个也很精彩，每次好奇耶，还是怎么样？很猛哎！他每次你回去我就感冒，有没有意外啊？我每次去工作室，然后回家的时候哈基就准备感冒了。感冒了，没错。到底为什么？到底对他身上的什么东西过敏？可能磁场就是错误的。你们两个不能要在一起。太危险了。
你身边有遇到就是会有这种状况的人吗？应该超少吧。我还是没遇过，唯一遇过就是哈基跟你了。哈基就是唯一的例子了。真没有遇过这样的，说一定做什么事情，然后对方会出现什么状况，这倒是没有玩，没有遇过这样。对，很神奇。那你们现在是100%吗？目前接近，对，100%应该是100%，应该是100%。带神嘛。哎，杰克病毒，在哪一个环境都是有，旧的工作室跟新的工作室都是有。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位置的问题，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是人的问题。你看，是不是头发？头发有掉一些，不然摸到还是闻到就啊中了，过敏了，过敏了，过敏过敏了，毛过敏一样。Oh、对杰克的毛过敏，杰克的毛过敏，那超奇怪的，头毛，好诡异哦！杰克，你下次要剪光头再上来啊！那得过去了。如果他剪光头，你还是过敏的话怎么办？腿毛、手毛，通通开始慢慢试，有没有？没有，就是穿防护衣去的。看到杰克都是眉毛。对，杰克下次之前你们那个门口放那个热辣除毛。还要穿完进来啊、哦！不好意思、哦，进来要穿，别人是要穿拖鞋，是哎那个涂一下。那我们买一身那个防尘衣给那个杰克穿。防尘衣哇哦，连防尘衣都出来了，对粉红色过敏也有可能哦。哎，对对对，那个对，那我应该也会过敏，好像小雨还好吧？小雨那小雨还好吧？不开始流鼻涕之类的。我没事啊。哇，小雨的过敏程度可能直接叫救护车来了。直接送走。过敏程度不一样，那个 label 的也不同， label 不赶快呢？啊，我知道小雨是有抗体的，你没有抗体。我已经看抗体，你抗体怎么来的？叫一下，叫一下，叫一下。抗体哦，粉红色的抗体啊。不好说，你可能就要先遇过很多次奇怪的人。完了，不好说，不好说。你说像杰克穿粉红色之类的，看久了习惯了。一开始看感觉哦好伤眼睛，后面看哦好像还可以，好像还可以，开心。那他进你房间是不是该贴一张杰克的海报了？我是觉得不要啦，哇哈哈哈哈，好恐怖哦。还是你比较想要抱枕？不要 no， 他的抱枕好好扎实哦。要死我！不是，我跟你讲，我说他记得哦。我杰粉要疯狂了，杰粉。他说：“哎、欸，我有哦。”他们会疯狂，他们互相分享，好吗？你太小看他们这些粉丝了。杰克，你这么厉害啊？对啊。我觉得听起来好威哦。废了。他们才不会说什么，他是我的色的，不会，他们会一起分享。哎、欸，我也觉得他穿着比较好看啊。啊，我觉得这个最好，你觉得怎么样？大家互相在看哪一方？快乐胜过独自拥有。怕猫。我要传送喽。好。啊！你要出去了。完蛋了！我要地图，你怎么不见呢、啊？好强、哦、绿吗？不是，有四排攻击的帽子，加一排幸运。哦，给我还来哦！这条命，你这条命是不要了。我直接在杰克的面前直接拿走。哎、欸，你想一下，你这条一钻的命换到那一顶帽子、欸，
好像蛮赚的、欸，我会杀你100条以上的，好赚哦，赚翻，好像也是值得啦，我是觉得啦，还会让你赚。你要想，你到时候跟杰克说你杀我100次，我也不会给你，除非你给我100钻。100钻换那个帽子，我觉得还是很赚呢、欸。我是觉得很赚耶。对啊，你要跟他说你杀死你杀了我100次也拿不回去啊，不如用钱买。哇，好会哦！哇、啊、哇，从这边开始我也奸商了，出来奸商了。啊，还有哎，友谊没了。就因为一个帽子，对，就因为一个游戏道具，对，因为酱油的一句话，哇，我剩下21颗钻石了。哎、欸，你们那个打到那个旗帜，那不想旗帜不要乱插嘛，不要就那已经酱油插的啦，我插的，拿去插那个哈基家门口嘛，那没问题。对啊，不要乱插，放在家门口嘛。哭啊！插的整整齐齐。有，我帮你把它变得整整齐齐的。哎、欸，旗帜可以拿去过除夕。爆炸了！小雨爆了！小雨爆了！你表弟啊！小雨表弟。我刚刚听到 Bobo 笑很开心。我还有另外一只。好。对。我记得小雨是有很多七的那个。没有了，那一把是那个有。那个几率吸血的，哇，吸血，其实还不错哎、欸。对啊，我想要抽。哦，再打就有了。对啊，再打就有了。我刚听成再打酱油了。哎、欸，再打酱油了。哎、欸，我好像有2-3把几率吸血的，要不要冲一下？可以啊，你是问我们还是在问自己？是你想冲啊？我说，哎、欸，我这边、欸、我这边很多几率吸血、欸。我要冲的话，我要花师傅的遗产哎、欸。花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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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你是运气的部分吗？你预谋多久啦、啊？请问？好深哦！哎呀，还好他不在。我会剪出来啦，你不用怕。你可以不要剪出来吧。你要花多少？101钻吗？剪出来。101钻。你这个秘密单多少钱呢？对，要多少收购？你不只要封一个人嘴哦。对啊。你问我要付多少封口费？看你的造化跟诚意咯，看你的诚意咯。对啊。一时口误啊！所以你要出多少？我会再转回来的，你不用怕。我很多转向卡。我出20钻。好，每人20钻哦，大家听到了？每人20哦，谢谢。精神分嘛，对不对？哎，等一下，我觉得不对呢。我觉得你们在座的观众都会跑去跟着团队说：“哎，团团，你知道吗？他用20钻买他们封口，不能说是遗产呢。可是你没有20钻，这样子。那他也是讲的蛮大声的，对吧、啊？”不是啊，团团要的又不是那20钻，是那一箱哎、欸，一箱哎、欸，你在想什么？我都不 care 那20钻。对啊，20钻啊！以为我过去哦，箱钻石，好，里面20钻分给别人。因为他是 care 那20钻吗？并没有，没有。然后呀，我包包满了。好，包，要打健福棒的可以传我。棒。有棒，对，棒，棒棒。恐怖园里面有人在走、欸，哎，有人在走，有人在走，蜈蚣在走，有人在走。我想说，是脏东西吗？对啊，他也算脏东西啦。我去喽，好，你在飞吗？没有，我在路上。好，对，在飞吗？啪，飞飞。飞飞，好了，我要回去了，要打健福的棒的，可以传繁星了。我想飞，健福追追，快给我一个洞窟，我想追，自己挖。这边还有一只女巫，要不要抓起来？杰克，你觉得我稀罕那女巫吗？哇塞！我就问你，我就问你，你
看你都把他杀掉了，我稀罕吗？稀罕酱油，稀罕酱油，稀罕酱油，是他是毛巾吗？还是有这么奇怪吗？啊，他是很臭还是很香啊？要看他吸谁的汗喽。哇 ，Oh my god！ 彭于晏吧，彭于晏都是多久之前呢？上礼拜啊，三个礼拜。哦，为什么我感觉跑不太起来？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了？我在打玻璃，然后叶面撞我那一瞬间，我以为是叶面把玻璃撞爆了。哦，很会撞呢。爆！就是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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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脏话？有啊。你是不是偷渡脏话？对，没有。没有表演啊！真的没事没事，我会剪出来那个，还你个清白。大家听听他刚刚说了什么？对，治疗要水二。哦，我今天不知道是怎样，我一直以为今天是礼拜三。啊？为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要算一下，哎，我要开始剪片了。我上礼拜剪的好像差不多了，然后再算日子，然后一直到我大概两点多就在那边算，然后就想说，好，我等一下休息一下来剪片。然后后来大概四点的时候，还想说，哎，今天礼拜一哦，我要爽啊，我要继续放假喽。放假耶！耶，放假！放假！哎，你不是记反的，记反礼拜三的，哎，今天礼拜一嘛，我可以玩耶嘿。那就真的是玩了，那就是玩喽。你也是在玩吗？不一样而已，还是不一样的玩而已啦。礼拜三的时候说，今礼拜一要不用剪片。然后等到问你的时候，哎，影片呢？啊，今不是礼拜一吗？今不是礼拜一吗？不是还要扣档？你们烧的哦？没有，抽死啦，老板！扣薪水，扣薪水。这样子可能就会叫你去他的咖啡厅打工了，又太远了吧？又收了色。我去插那个月亮好了，应该很多人的印子在上面。插月亮是什么？哪个？没事。对，我也想要问，我想问很好。那刚刚那个西汉酱，我去插了。哦，哇哦！那是哪个？哎呦！怎样？没有啊。九桃白骨，听讲九桃白骨，石头排骨哎、欸，石头排骨是什么、啊？没有啊，没吃过石头排骨，不是要炖排骨吗？嗯，啊，不是叫九桃白骨，还是有什么？哎呦喂、啊，没听过，我没听过那台语，不知道台语烂、啊，我没听过那个说法，我也没听过。好的，可能我也很少吃药膳排骨吧。对。欸、你们有吃过吗？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灯骨个嘞，就是转大人，转大人的，不是长高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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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吃过那种中药、哦？有啊，有啊，肯定要吃的吧？那你们觉得有用吗？你看一下我们多高啊？那我是不是吃错了？我觉得遗传啦。我不知道我妈，那我妈是买错了，可恶！想说其他地方，你看一下，你赶快看一下，哪里？肚子啦，我是国中开始吃的啦，国中就开始吃，就吃我是国中开始吃，因为我也是国中吃啊，我没有吃哎、欸，那应该是吃错牌的了，我知道吃错牌了，我去质问我妈，那个笑孩子的，赶快跟你讲啊，你就小时候都不吃啊。啊，原来是自己不吃的问题啊！对啊，有啊，那小时候还被逼着喝、欸，我觉得那个味道超恶的。啊，真的吗？我妈都是拿来煮那种，就是煮鸡汤或是什么煮排骨之类的。就有加肉的话就还好，但是就有时候没有加，然后那个味道就超恶。哦，不是，我其实觉得就那个东西就都那样，所以我不排斥。嗯，我是还好，我是没啥印象。我想也是你到香小雨学坏了没有小雨终于会讲实话了
我小雨一直都这么坏。小雨你辛苦了，之前都要讲好话。对，辛苦你，都当小天使。没有，我是爸爸、哦。你是爸爸？对对对对对。对爸爸，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这样不行哦。爸爸很坏耶，强烈谴责他。哦。哇哦！你说我要跟小雨说，我要跟小雨说，我要跟小雨说，到底是谁？小雨说，哎、欸，我真的好笑哎、欸！那天不是后来大家点饮料吗？然后我就站在旁边，然后就听到爸爸那边没有啦，我是小雨啦。哈哈哈！我是小雨啦。我真的想说这个怎么这是小雨吗？可是看起来好像不大一样、欸、他是爸爸吗？问一下，你是爸爸吗？你是这样的口气吗？你不是很笃定吗？我有说你是妈。你是妈？你是唯一妈生活的吗？妈，你是我有很疑惑的，你是爸爸吗？嗯，啊哈，啊哈，不要背我，我不是这样子。那你是怎样子？你是怎样子？哎呀，啊就突然间没有认出来嘛。没有，你每次都没有认出来我。哦，也是之前有见过面的，对啊，有见过面。没有，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你是喵哈吗？哇哦！让你从喵哈变成啪啪了。哎、欸，你进步了，你进步了。那下次会变成迪叔啊，好恐怖哦。那你迪叔就没认错哎，你好厉害啊！就带。可是秋代，爸爸秋代，我还没打到那个，偷偷改一下。嗯，改什么？改什么？改什么？什么？哈？不要说嘞！哎，我改了。嗯，是金水吗？我是金水。我改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你要改什么？游戏改版要发通知呢，啊，补偿哎，哦，财富特别版啊，哦，是不是有文字狱不能打什么字之类的？有星星糖吗？哇天啊！哇补偿啊！有补偿吗？可以给我更多的星星糖吗？对，没有钻石没关系，有星星糖吗？没有星星糖，我可以给你狒狒糖。他给你星星糖，给你波波糖，好恐怖啊！哦，那你觉得是什么口味的？嗯，你觉得是什么口味？西汉酱油。哦，西汉酱油，好可怕哦！那看起来是一款毛巾的口味哎，所以它是咸的吗？好重啊！那你看起来有汗味吗？啊，你把那个开发成一个毛巾卷，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毛巾蛋糕、欸，你不是要出周边，你就出这个啊，出毛巾啊。我那个什么抱枕，拜托，有那有什么呀、啊？现在流行出毛巾，没有是。原味毛巾吗？哦哦，相信我会有市场哦。我觉得真的会有市场，真的会有啊！哎、欸，我是讲认真的，你不要，哎、欸，你不要真的来，因为成本很低哦。会很多人买哦，嗯，好大哦。我是觉得不要走跳的路比较好了。对，对，有好路比较。就像是有一些你的漏几两颗也是很多人看啊，要变成那样吗？膝盖吗？不好说，膝盖酱油。你怎么又变了？啊！我刚才第一瞬间想说膝盖酱油，哎，酱油很忙哎。哦，我的天哪，西瓜酱。西瓜酱油，哇哦！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对不对？那到底是甜的？就是那个那个西瓜牛排的那个味道吧，我猜。哦，真的咬下去应该都只是水而已吧？
份水啊，水跟牛排酱。对，现在芒果可以吃了吗？会不会很咸？哎、欸，不是芒果是咸，芒果是咸的，可能有点咸哦。啊，会不会很酸？季节还没到，应该是有点咸呐、啊。现在哦，杰云，你知道吗？直接问观众。现在芒果，现在芒果应该可以吃了吧？那我跟芒果。金芒果哦，你说那个、哦、那个什么金人果吗？对啊，对对对啊！哎、欸，金人果超棒的，我喜欢，好吃，很酸吗？没吃过，通就通常都是酸的啊。啊，你如果吃到特别甜，就是腌果的啊。嗯，酸亚青有没有吃过？是那个讲法？哦，对对，没有哎、欸。哦，好。酸亚青就是板头的时候会吃的那个最后的冰啊，有时候都会有点酸酸的那种啊，绿色的一个。哎、欸，我参加那个婚礼，他给我们吃冰棒哎、欸，我想他是那种没开过的。现在好像都是、啊，不然是给你开过的你。开过你敢问吗？我想知道原来这不是要给球吗？一球一球的那种。啊、一球一球一球是去挖的吧？对啊，都是挖的啊，难道不是要用？把费才用那个吧？哇，你板凳还要自己、欸？你想你板凳太长，一百个人，然后大家都在这边挖，你排队要排到哪去？对啊，不是，他不是应该说像餐厅那样挖给你吗？哇，高兴的。不过现在板凳真的比较多，都是送整桶的那种冰。整桶？很久没有吃过板。芒果最快要下个月，那种一整桶让你们大家自己去挖。对对对，就一人一桶，抱着吃。我没有遇过哎、欸，一整桶，通常都是那种一小盒，比如说小美冰淇淋那种，像一小盒，他、哦、一人一个，不然就是那种冰棒，他就是 一整盘这样你自己拿的。嗯嗯啊，因为不一样的板凳也是有差的。嗯，比较传统的大概就都是这种小盒吗？完了，站了站了，这个也可以站起来站起来，站南。没有，又有是什么在餐厅的板凳跟在路边摆圆桌的板凳、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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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哦，路边那个算比较像是流水席啊。啊，流水席就是板凳啊。就是台语就是板凳了。流水席的台语就是板凳、哦。不然流水席台是什么？在哪里？老追，不是我真的是我认真以为流水席还有额外的台语，原来它就是叫板、啊。那你觉得你知道的流水席跟板头是差在哪里？我就是刚讲的那个流水席这样吗？就是流水席，就是那种外面摆圆桌比较就是流水席，然后那种在餐厅里面的就是板的板桌这样。嗯，没有啊，它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哦，对呀、啊，所以哦，长知识了，长知识。因为你刚来我家、啊我，我在找史莱姆。然后你刚走，我后面就被苦力怕炸了。我不知道，我没看到。我打到两本那个耶，打两本书。好好。书？什么强化书吧？强化书。强化书。都是衣服的。一个是30，一个是70，所以目前应该是没有盾牌的吧？啊、没有。你干嘛？如果是把村民僵尸打死了，没差、啊。村民僵尸，哇哇，僵尸一生吗？我要杀村民僵尸。你晚上去上面的平台捞一圈就有了。嗯。哎、欸，垃圾捡一下，垃圾不落地啊！对不起，要越卡。哎、欸，谁把火把打掉的了？我要抓了、哦、我要抓了！我捡到两个红石火把哦！哦，我捡到红石火把哦！我只是打了一只蝙蝠，我就别人放了这么辛苦，我的未来预计农田好吵，好多羊叫。是不是在我的羊圈上面啦、啊？怎么有人在地下室种羊呢？不种羊，养羊的。我不用养的吧？我不知道是不用养的。种的，这个吗？现在上面是晚上，
现在白天，只是不知道什么，就是感觉出产怪物的速度蛮慢。有人在探图吗？就是在一万格外、啊，我在外面，我在外面，对啊，正常。两个人在外面，不然我去阿汪那好了。来来来，我先跳一下岩浆啊。没事。保持距离1.5公尺。那你要怎么过来？请问这个地方它原本是岩浆吗？哎，对，你想要下去吗？我帮你挖开。你想要下去吗？有点不满。相遇双方的道具放在附近。这是刚白天，还是要晚上啊？要晚上了。晚上。好，要晚上。好，奇怪。哦！等我一下哦。听到史莱姆声音，史莱姆你在哪里？史莱姆。啪叽啪叽啪叽。我只有听到啪叽啪叽声，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在哪？猜猜我在哪？猜猜我是谁？你的脚边呢？你的脚边呢？找到了，在这里。你看到啊？哎，你从灯，你快，他在你旁边。我就听到他声音，他到底在哪里？超好笑的，他在影院旁边说：“看我，看我。”喂，来了，看到吗？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了。可是他的。钻石啊，是吧？大的小的也有啊。你有幸运吗？我没有幸运，但是我有丝绸之术。我的幸运只有5，还是等等吧。先，你就丝绸之术挖起来啊。那丝绸先挖。看到没有？啊，没事没事。哎呦，有砍到他，所以3颗、4颗。哦，加一耶。我觉得底下啊，没事没事没事，安全。哎，有4颗哎，分你一半，好耶。我是不是丢过头了？对，你的那个钻石从我头上飞过去。他后面岩浆哎，怎么又进去了？他是从上面下来的。哇塞，前面全都岩浆哎。开挖啦！他钻石会在岩浆里面吗？你猜啊，有机会啊，试试看。你跳下去看一下啊，说不定有。又是跳下去看一下。跳下去看一下。跳下去看一下。看到网络上的人教学说什么用史莱姆块可以看到岩浆里面有什么？跟你讲，用玻璃更快啊，史莱姆块。那个是 1.7 吗？还是那个 bug？ 哦，你是说透视啊？对，哦，像1.6.5也有一个，哎，好像是那个堆肥盒还是什么？反正就堆肥的那一个东西，然后用活塞把人推进去，就推到半个啊。我是之前是用红石灯跟活塞的版本，别指望了。哦，酱油教你啦。你去冲个效率7以上的稿子，你把你附近全部挖光就好了。真的啦，就是你把你附近你掏空，掏很大的空间，你不用预估，就这样掏空就好，这样最实际啊？是吗？真的啊！哇黑唱片哎、欸！我刚打到一张黑唱片，哦，身上有幸运效果哎、欸，好像钓鱼哦、喔，钓。我小雨在打副，你要打副本、啊。对呀、啊，我在想。AM 呢？哇，这么硬的哦！你要打这么硬的哦？血量，是因为只有这样很少啊。哦，你要全领域，这个是192倍的血呢。领域全开，他打到什么时候啊？192倍？他刚刚没有那么多哎、欸，他刚突然变。不是啊，你16×16啊！我跟你讲，你人扔在里面就会加倍数上去了。哦，是哦，所以我们要所以是站进去。杰克，我在边边，哦、应该不会吧？上面写游戏人数有几人？要站人数1人，6人正常。哦，你看，哎、欸，为什么你靠近会啊，杰克？对啊，我刚就是
我刚才我靠近没有、欸、你靠近有了、欸、因为你靠近的你打过就就应该就没了吧。哦，有打过吗？哦，我打过吗？我也没打过啊，可是我没有游客也还没打啊。还是刚好这个角度好像是、欸嗯、对、这边对角度问题，角度问题，角度问题。我刚刚就看到那个数字突然变高，我想说啊，哇，是傻眼。然后他记这个，六四，连续杀死30只墨鱼。哦，这个没那个字。目前有接任务吗？没有。好，你给按了。耶、yeah. 哦。他上面写标记 BOBO、欸。嗯。哦。30只，我来了。这是我奇怪的，这是我奇怪抖 M 的任务啊！什么东西？掉到了苦力怕，然后让它引爆。三十，那引爆没有说一定要让自己受伤啊，你可以引爆它，但没有要受伤。嗯，马上举。我好像蛮长，让它爆的。bang bang bang， 来不及。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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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副本开始。小雨晚上哎、欸，哎呀，勇敢攻击一倍还好啦。哦，他不是攻击很高倍的、啊。对了，我忘了讲啊，那攻击倍率现在会套用在护工上面了啊。哦，之前没有哦，之前一直都没有啊，所以护工很好打啊。哦、但他加成的不会说就是不会说太痛了，就是。我是自己设定的，护工长肌肉，可能就他的攻变强力一、强力二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哦哦，看骨头上面有肌肉，肌肉还没腐烂掉，还长在上面。两只女巫，嗯，护工几只啊？不知道哎、欸，太多叠在一起了。可是那个护工拿了两只弓，看起来像智障。哈哈哈哈哈！羞耻！哎呦，五格做魔猎人哦、啊！哎，去海洋打鱿鱼好了。鱿鱼，鱿鱼啊？是这样念的吗？鱿鱼啊，不是呢，好像不对呢，我念错了。不对耶，我突然叫什么？突然忘记了。鱿鱼哦。修根啊，哈哈哈哈哈！小卷吧，不一样。我真是，哎，不过小卷跟鱿鱼是很，还是哪两个东西很难分？花枝、花枝、透抽、小卷、鱿鱼。哎、欸，我正想问透抽跟那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啊？跟花枝？小卷跟透抽是一样的吧？对，是一样的吗？有两个是一样的。啊，他们是分，都是分看触手。跟后面的那个，触手跟后面那个翅膀，对对，翅膀，三角形翅膀跟触手，放那个来分。可是这个就是不一样多吧？我记得查完马上的东西。嗯，还有什么海豹、海狮、海狗那什么搞的不是吗？串有人搞清楚？对啊，到底谁是谁啊？谁知道、啊？那会薄，那就是。哪一种？那个薄，很难分辨的。哦，那玩皮球的是哪一种？嗨，玩皮球的是那个海狮。海狮？对，海豹也分，海狮比较长。海豹就是那个啊，白白的，上面有一颗一颗花纹的。我跟你说，海报就是那个啊，一张贴在墙上那个、啊。哈哈哈哈哈！也是啊，对，好像也没有不对啦。哦，贴在墙上海报，哦，没事。你还在吃我吗？我在讲什么明星海报，就是上面是一个，就是那个海报卡通图案在上面。然后还好，是不是？那个卡通哪个卡通是这么海报在上面？想太远了。那这个企鹅的里面那个是哪一个？海狮？哎，海象吗？那个他有牙齿啊，还像、啊。你说那个睡觉然后床会动的那一集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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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
塞，阿旺，阿娜。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挖钻石，挖到后面一颗掉在地上，然后没发现的。哦，我常看到，拜托。真的吗？对啊。谢谢，没名字我的了。阿旺还有告知哎。你在哪里？你还在我后面吗？没啊，我走出来了。你在哪？我已经离开那边很久了。真的假的？没错，结果发现是你自己挖的，忘记了，笑死！我没有在你附近呢，都是自己的。跳袋，跳袋，打碟。刚刚这边没钻石啊。可是，可是我走过来捡到，因为我刚没这边没钻石啊。那哎、那，可以啦，你在我脚底下而已。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呀、啊？你身上是有 GPS 是不是啊 ？GPS， 谁知道你在哪里呀、啊？我想问你怎么掉出一只猫？你知道刚刚还有人丢墨囊给我，我刚砍了他一刀，我很不爽。哦，哎、欸，那个是不是那个砍的、欸？我差点死掉，我上来差点死掉。应该让他死才对。对啊，不应该啊，这样不应该。刚冲冲卷，你知道你丢的地方还是繁星的领域，你知道吗？哇，你完蛋了！我说过什么？哦，完了。哇，完了，碎啦！砍你一刀会痛了哎、欸。哈哈，你有砍我吗？来，再一次。哈哈，他至少不是一刀就倒的那种。对啊，我现在很棒棒了，我觉得我成长了。真的假的？我你很硬，我摸一下。我摸一下。有，不会死的。再一下。苦力怕那么难掉吗？不会啊，苦力怕很好掉哎、欸。啊！我怎么掉那么多只还没掉到？啊！怎么了？你叫什么？按错了。你接了，无法解除了。啊！解除一样一只直接打掉就好了，对不对？音乐怎么了？那个由于我成就怪怪的，我成真。你接任务不能取消了。对啊，我说那个前面那个墨鱼那个我处理打掉就好了。对。哎，猫咪说。好，加油！好，可以打一个，打了一个晚上了，辛苦你了。你打六，你打六十四倍血，六十四，好猛哦！没有说六十四倍吧？有啊，六十四倍啊，刚刚写六十四倍啊，六千四哎，那还好，因为他有六百秒哎、欸。对啊，你可以慢慢磨，慢慢磨。那我们来打一下好了。我看你打好开心啊！那、啊、你要叫什么？嗯，你要先打吗？我只是在看唱片而已。打这血量可以打到两只那个、欸，就是变绿色。啊，你要讲啊，我还是会帮你跳舞啊。跳舞，我打了两颗行人石啊。哦，哇，太厉害了！变绿色，转，精怪。他好像怪打人不会痛，哎、欸，很近哎、欸。哦，阿旺，铁矿都不挖，这都是捡钱呢。没事啊，留给你挖的啊。真的吗？留给我赚钱是不是？啊对啊、欸。你知道 我怕你都找不到钻石，留着给你。对吧？谢谢你啦，谢谢你觉得我挖不到钻石，还丢一颗在地上给平台妹妹。分你一个啦，太惨了啦！我打太快了吗？哇，打完了，我整个吓到了，打完了。我过来的时候他就倒了，好了。而且刚杰克才到，你要想我的剑跟你的剑一样啊，阿吉。我的剑也没有比较快啊。你平均砍一下多少暴击的话？我上去看数值啊，那个点那个数值应该。东西比大小，数值哪一个？大小喽，就砍那个啊，很高效不是吗？有比数值吗？他看自身属性，比大小，你多少？你的是多少？八十七点五，我八十点二呀！哇，你八七呢？六一点七，八七，砍一下八十，哇，你八七，你快一下，你两下就把那个铁卷砸死。嗯，哇！那时候一下就死了，铁巨人一下就死了。铁巨人是一百滴啊！可我刚村庄的平砍一下就死了。
派耶！派派。对啊，话是会差别别。你要想，这就是有在考装备的人。还有你是不是？你看前面到处搜，到处搜，现在毕业。对啊。你现在开始用其他装备啊，什么幸运装还是什么？所以欧宝你要打了吗？欧宝。欧宝。有没有？是。看见了。他是睡着了。他没开到麦，没开麦。感谢超级留言，感谢超级留言，感谢抖内。我忘了开麦，白痴哦。什么东西？没有，没有，不要生气。没有，在问你说副本打了没这样而已。哦，我去厕所。哦，好。那你要打吗？这是打，你们两个可以啊。我在看唱片。你怎么可以说上厕所就上厕所呢？你在那举手，我老师说可不可以上厕所？老师，我真的不要不行了，我再忍下去，我就要在课堂上解放了。你要看我在课堂上解放？好，好，我拉。老师说拉我就拉。好，八宝。让老师你比较满意吗？你有比较开心？好开心，好棒哦，棒棒，超棒！我天哪，这班级不太妙。这班级喜欢在人家面前拉。这两个键。哦，国中，这样想，我国中同学就是女生，这很奔放。他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就举手，然后老师说你要干嘛？然后他直接讲说老师我要去厕所求奶。OK。他说歪掉了，然后去瞧一下，然后就你赶紧去。他竟然说乔奶，对，真酷。我的帽子比较好，没关系，好，你走吧。不是，还有那种是说这那个座位上面讲悄悄话那种，那老师被老师看到就说你要讲什么，你大声就你然后就被叫上去，然后大声讲出来就大声讲出来，啊老师你真的要大声讲出来吗？你就大声讲出来啊。老师，你的拉链别拉啦！这个好笑，这个好笑，老师。我真的超级好笑，老师会傻眼。你闭嘴！宝庆，你闭嘴！哦，老师很难搞，一下人家讲，一下人家闭嘴。对啊，一下要又不要的，很烦。要不要的。到底要这样？那要你不要之间反复很跳。人歪歪。啊哦，我在上面这边啊哦啊哦啊哦。你可以帮我们跳舞啊。有了，跳了，在跳。你才没有，你站在那跳了。我要跳了。我刚刚跳了，真的真的。我按键啦。你站着，然后说有啊有，我在跳了。我要跳，我有，我帮你打小雨。不是哦，我只是看我爬到暗处，没跳，然后还被抓包。哎、啊，不要这样子了。哎呦，怪物攻击乘以三倍。别有力量。刚卡了、啊。其实他们可以帮忙射也不错。嗯，其实中毒力量还，他们也会中毒。对啊，你说女巫、哦，女巫丢中毒、啊。我觉得女巫另类的雷，你知道吗？他会帮我们缓速跟那个类的雷，另类的雷啦，猪队友。哎呦，拍谁？把往角落打。好啊，往死里打。给你，这让给你了。哎呦，来帽子给你。小雨来帮你按。你有位置吗？跑好快哦，加速。有位置。哇，你这是速度鞋。哇了，啊，没位置。你刚刚不是有洗到一个攻击的？我刚刚感觉还不错、啊。哦，你们结束了？结束了。不拖泥带水。不拖泥水。不拖泥时间。并不要回家了。
哼，嘿，请不要 TP 到副本里。没 TP 里 TP 里、欸、对，那前阵子哎，抱歉抱歉，没事。哦，你先。你先、哦、那我先了，我不客气了。好，你先。因为你要不要打凋零啊？我要啊。哦，那我去帮你打头。好，我正想说要去打、哦。那走一起，走一起。好，换你，你先。你先。前阵子艾露不是不爱吃饭，嗯，然后那天就想说，就是再去健康检查，就是整体的看一下是，他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啊，还是什么？才不吃饭这样子，然后检查完、哦、一切正常，然后他不想吃饭，不知道，然后就是检查完回来开始正常吃饭了，为什么？他是不是被吓到了？说 你都带我过去那边，到时候又我不吃，你又带我一次，我吃啊！他之前将近大概一个月就是。爱吃不吃的，然后弄了也是过去闻两下，然后也是拖很久，然后过去吃两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他是不是看你看腻了？不知道，但是就是看完之后，现在是每餐都吃完了，然后时间到还会赶快催人去帮他弄吃的。吓死了！吓怕你再一次。我吃，到底是怎么了？不要再把我带去兽医了，我好怕啊！啊，那天真的是吓死了，因为是做完整的健康检查，就是从头到脚，然后量体温、抽血、照 X 光什么的。哇，还照 X 光？就因为很久没有检查，就想说那不然就全部一起来这样。我真的觉得他是吓到了，怕你要带他去一次。就有觉得吗？好像是。你这。就让我想到之前网络上说那个带猫咪去猫，他叫猫咪，猫咪又不理他，带猫咪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猫咪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不想理你而已。对，他只是不想甩你而已。你而已。太难过了吧？哭的。哎呦喂！嗯。吓我一跳。哇，被。哦哇，看来是、嗯、我看你可以撑很久，你很猛哎、欸，你很勇哎、欸，很勇、欸，感觉时间再用长一点点。谢谢波波，会玩的，点短啊，不过打到一个重置时，嘿嘿，嘿嘿，赚了，耶，我不是87了，我90了。哇！你没有到了，没有到的，到了，没有等我一下。我说我到了啦，什么没有道德？没有道德，我其实没有道德，要曲解我。你怎么？哦，挖矿致富不是梦。可是你那个致富的稿子不在这哦。对，我要先放着，等师傅回来、啊。可是我觉得你不是挖矿致富、欸，你是中乐透致富。那也是之一啦。好打、啊，自己想想，你想想，谁没办法？对啊，有人中不到，你那边一直嚣张。我没有啊。要低调。我低调。没事啦。哦，我攻击是300整哎，好开心哦、啊。哇，你看他很知足，这就好了。你自己看，他至少现在他 solo 了，他 solo 不打全部速度了。没有，因为今天都没打到速度的，就算了。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而且上礼拜不是他就有说，就是假如全唱片下去的话，不是有额外的东西，是各种属性啊，那个还没改哦，还没加进去。好好奇啊，暴击有452，哇！我觉得我今天是得超音感美，打个简单的。哦，你可以打难的、啊，
你可以打你打男的，我就躺得出来而已。打男的借中就好嘛，对不对？打男的，打男的也是可以的。你要救一起去，要救哦，他要救。什么？我刚才要揪哦。的确，他说要揪，他是要揪，他是说要揪，要揪一下，打男的要揪一下。哦，你没听错，你误会了。等一下，可是他是Bobo，Bobo在隐晦什么？其实我不懂。嗯，就是他们如果有遇到男的，就是要打的话，可以一起打，一起打。哦。你还想要更精辟的解释吗？你想了解更多吗？要付费解锁咯，可以请 Bobo 自己解释，我理解一下。对啊，可以开启你的大门。老师，我想要上厕所。去啊。还是你要大声说出来。老师，你裤子没有拉。哎、哦欸，老师，你裤子没有拉，所以他是怎么拉？是怎么进？我没有穿裤子。这老师可以告了吧？告了这个老师，告过他。告他什么？是上课裤子不穿的。你直接裤子不穿。你很开心哎、欸？没有，我只是觉得很荒谬而已。你说老师的部分还是？对，老师的部分。老师的部分。啊，我按错了。对啊，你是按你按，然后马上出来，马上出来了。我想说，你这是按开始吧？我就过来按了一下。哇，你很荒谬哎、欸！哇，自己按掉了，荒谬自己啊！好吧，啊，看来今天是不用打了。笑死。他还没有自己去打过哦。每次都是那还蹭的啊。这我帮不了你，这那个光碟都已经那个了，天哪！没事没事，反正光碟是箱子里面拿的。没事了。没事。光碟箱子里面拿的，那你确定没事吗？完了。没事啊，我拿的超烂的，超多的。这全部拿一两阶的那种。对呀、啊。可是这后面囤到一阶呢，越来越多，我都扔了、欸。很多啊，一阶、二阶都超多的。之前我这边聊天室一直有在推荐说什么什么九张一阶啊，可以混合二阶之类的。哦，不然那个也是这样。哦，可以的，越来越多。那就可以考虑，不然那个一阶就是永远丢在箱子里面，不会有人去碰它。对啊，对啊。打到的话，直接丢回岩浆里面之类的。不会有人去理那个一阶的啦。对啊。考虑考虑，好、啊，至少他们有去处了。嗯，不然他又塞在箱子里面。你那边来了？哦，你可以用商人啊，去换代币之类的。不是回收，就是可能一阶的是多少点数，然后什么几张可以换别的就。那充满2000点可以换一种，然后都达不到那打一辈子。那我上面可以换签名照之类的。他自己想要凑2000点可以换3C家电吗？跟那个游乐场一样。汤叉熊吗？那个票收一收。对、欸。不过后面就是现在啊，现在去那种地方，基本上我那个票都基本上不会拿、欸。我都给小朋友哎、欸。他可以储值呢。是啊，可以记录吗？是可以记录的，一直都可以记录的，但是因为后来自己都是玩什么 in game 的，就根本不会有票。哦。嗯。那只好不要玩了。买什么？我很好奇、欸，用那个汤叉熊换的那个算 A 盒吗？看你运气了。你运气好，很 A 盒啊。对啊。看你的技术，运气不好就。我看有人是专门去那边什么狩猎彩票，然后来换东西。对啊，对啊，就是他们如果玩得很强，或者是干嘛？因为他不是有分两区，普遍区跟限制区、嗯。对啊。就限制区那边其实好像就是以代币换代币那种，也是类似赌博了啦。哦。哦。True。
安对呀、啊，嗯，所以你看有人会那个代币越来越多，就是椅子放上去，然后一堆钱袋。哇，我是刚刚那背包一大袋代币的哎、欸。对啊，哇，真的真的是那一种，然后就一直钱一直狂放，一直狂放狂放这样子，而且是坐哎、欸、一个椅子，然后就是周围三个都是他的机台这样子，他是狂放狂塞这样子。哇，你怎么这么远啊？哇哇，你怎么这么远啊？不见了！哇哇，老人不见了啊？我吗？不是，不是，好像酱油吧？酱油啊？什么？你刚说哇，然后就不见了。敷衍？没有啦，我在想我刚刚哇说在干嘛？哇哇！我刚刚 好像是在拿水，可是我又很想感叹，所以我同时进行。所以挖完的时候，突然在挖什么？哦，哎、欸，对，我刚才挖什么了？突然忘记了。敷衍之挖。敷衍之挖，是一种挖来穿的那种吗？就是想挖一下吧。敷衍之袜拿来穿的话，大概你只能穿脚踝吧。就是那种帆船袜，然后一穿会一直滑到下面去的那种。太敷衍。以前不是那种以前学校会查袜子，说什么过脚踝这种事情。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在穿那个船型袜，然后把它拉超高。然后那个敷衍之袜吧。然后那个袜子就会越来越松。对，那个就是超松，你没有多久就要赶快再换一双。超松。但是我觉得就是袜子，就是穿，为什么要穿到帆船袜之类的？就会露出来啊，好看。就对啊，好看呢、啊。好看。对啊。就不会露出袜子啦，就开始。对啊。对啊。哦。不，我以前因为我觉得有袜子比较好看，我自己觉得。你那你的袜子要多高？你说的袜子过膝盖吗？袜吗？那个是那个层次的，就是那个蛮不错的，对。是这样子的。请问一下，你说的是黑丝袜还是过膝袜？到底？他只要那个了，还是喜欢泡泡袜？泡泡袜是什么？是泡姐的那种袜子啊。他应该喜欢泡泡袜吧？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泡泡袜，想问他。对啊，泡泡。唱的不错啊、欸！泡泡袜已经是很久之前的那些了，对不起，我就老。哎、欸，那泡泡袜、过膝袜跟黑丝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不穿袜，不穿袜，裸足，裸足。哎哎哎，来裸足、黑丝袜、过膝袜，你要求很多哎、欸，他都还没选，你在没选什么啦？选项一直讲，自己帮他增加选项。我觉得就过膝袜吧。哦，不对啊，我什么在问这东西在干嘛、啊？我怎么问这个、啊？了解了，我了解了。没有，就是那帮那个就是会画图的观众，如果要帮画那个信中哈记的话，穿什么袜子？他们在帮他们在，我以为是要帮他们搭衣服。酱油是不是受了观众委托啊？没有啦，你是不是在考虑他十五号的衣服啊？到现在时间还够哦，现在买家进送应该还时间还够哦，十五号来得及。哎，不是。你们叫哈基穿过膝袜、啊，他是要拍给谁？他是要怎么拍？此刻镜头是要怎么瞧？请问，哈基拍起来啊！下面纸条下面，你知道哈基会劈腿吗？他这脚可以过到头上，你知道吗？哈基这么软是不是？对啊，哈基筋骨很软哎、欸。他不想讲话了，被发现了。我刚刚想要接一个奇怪的，你要不说筋骨很软，他软今天，那明天就不软了。软今天，明天，哦，好累哦，笑得很累。今天到底在干嘛？发生的傻逼事啊！我今天加加减减，我买了快100颗，100颗，我买了100颗统治石，你也买太多了吧？电动装备啊，想说看你有用了。怎么一颗头都没有？16×100，我花了1600颗钻石。
好多、哦，好扯哦。他是最有钱的啊，说我们没有，就是每次我都会花一点，花一点，要抽什么花一点，花一点。我需要吸血，真的。Siri 很开心，那吸血剑吗？还是什么？不是啊，我要 Siri 剑，那个天赋天赋回血哦、不错哎、欸，在地狱、欸，你要死了哎、欸，对啊，谁？有，反正不管你的血统怎样，我也不管怎么了，因为你刚走出去被摸，是不是？对啊，所以我赶快叫人来救救，下去帮我打。所以你怎么就叫我救你？怎么了？准备了金苹果。Golden Apple， 高登 ，Golden Apple， 那他会骂，那那个苹果一定会骂你智障三明治，智障三明治，智障三明治，你要吃什么？这智障三明治要吃我啦，想吃的哦。啊，我最近都在看《地狱厨房》，也好爽，就说好看，很舒压哎，文学。刚才有小可听呢，就关吗 ？Tape 打开 ，Tape 太普，哎，他第一次打被攻击哦，嗯，太普，就是还是要躲，不能就是一直被 A 这样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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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躲躲躲躲躲。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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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呦被烫到一下啊。小蜜蜂救我！咬他！你说不是发补血是直接咬他？你要发解脱吗？超原来是超度的部分啊！物理超度，超度物理超度。反正都打不赢的，那我们就都这样子嘛。不吧，结局。早点出去好了。一颗要节目效果嘛？我知道，我知道节目效果。我眼睛要变、啊、火把了。哦，你打到火把哦！我想说打什么关系火把？问个小知识，嗯，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煤炭砖可以烧多少东西吗？100啊！哦，煤炭砖呢？砖吗？不是100秒吗？你讲的是岩浆哦，岩浆煤炭砖，煤炭砖，煤炭砖，对，煤炭砖，我记得60吗？哦8972，再多，好，再多，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真的可以烧比较多、哦，可以。那个 wiki 上面有写是80个。哦，真的是一个煤炭去烧，跟你把它合成砖去烧，砖比较划算、欸。多一个砖比较划算一点，就9个变10个的人。嗯，等一下，我的猫为什么帮我开门？你的猫，猫帮你开门，等一下啊。哇，你的猫好炫哦！它再来是帮你开台的，你知道吗？自动开台系统。哎、欸，今天我组喵喵喵喵喵喵喵这样子台主，真的是变台主了。对，欸、这是养，这是叫大家养猫的那个最好的理由，它会帮你开台，它会帮你开台，它会帮你赚钱，它会帮你赚钱，那不帮你剪片之类的？会啊，不会，好需要哟、哦。好需要，不会，好需要剪片。你知道工作团队工作室里面养了一堆猫，这样子都在剪片。嗯、哦，所以那个黄阿玛他们那个其实他们，哦，原来是镜头打开的时候全部都变猫，然后镜头一关掉了，哎，工作了，站起来。刚才原来是剪辑的团队啊，他其他猫都会讲话，都是故意那个。节目效果，对，假装自己是一个那个趴一样的猫，啊，那个计划也都是他们想的，有没有？对，哇，哇，
太强了，太强了、啊！这个不能讲了，不能讲出来的啊！这样子，那万一、欸、万一怎么样，完蛋了！我的财富密码被发现了，泄密，完了，公司机密，有一波羊毛草了，太多了，哎、欸，这样不行嘞、欸！如果养到时候一堆人养猫，然后发现不会剪片怎么办？对，怎么办？哦，哇，那就是家的猫还没有进修啊，没办法，还进修，你要让他选修那个课给他，白痴，选修资格啊，我怎么进得死？所以他们是没上大学的猫猫，是不是？猫跟人不太一样嘛，你要看一下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尊重你的猫的选择好不好？你的猫不是你的猫哎、欸。所以你猫猫很会演戏啊，对不对？所以你猫猫很会唱歌。哦、对啊，不一样嘛。你的猫猫对数学很有兴趣。那波波，你家的猫要不要让他去上一下唱歌课？我觉得他蛮适合的。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的。薯条，明天就去报名那个啦。我明天去参加星光大道了。还有吗？现在还有星光大道吗？没有了，没有吗？没有，现在是森林之王。哎、欸，刚刚好，森林之王。我报名喽！那个不是台湾的吧？是台湾吗？不是台湾的、啊，台湾的、啊。哦。嗯。哦，这火把，是谁放的？他怎么是歪的？哦，对呀，我已经很久没插火把了，我要去装那个可以查那个方块谁放的那种模组。好诶，我装插件，开始插件装起来，插件装起来。谁乱丢垃圾？谁乱？乱盖那个东西呀、啊，还是我打 boss 故意盖一根在那边，然后破了，事后不拆啦。到底是谁呢？打的不理，事后不理，打的不理，事后打的不理。哎、欸，其实可以做得到哎、欸，因为现在 Q 出来的东西会记录，那我就直接用指令去写，然后等到它消失的前一秒，就会告诉你谁谁谁丢的东西没有捡起来、啊，它消失了。太棒了，就、是感觉到很浪费资源吗？应该是还好，不太会。他、像是在挖玉水好了，他挖了一堆地狱石，然后掉你们山。哦哦，过段时间就看到有洗屏的状况。对啊，对，很可怕、欸。那就是直接在那个哎、欸，那个留言区那边直接对啊。直接审判你的恶行，审判你的恶行。哦，难怪他五分钟内那么卡，就是哦，你看这个都有哦，哦，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洗了五分钟，原来就是你哦。我洗屏榜第一名，今天要缴学费什么的，没有，多缴一点，颗钻石这样子，嗯。只要丢一个东西，然后他自然消失，就扣一颗钻石这样。哎呦，哇，太好了。地球有救了，我觉得我们这样一集下来，大家应该都扣十几二十颗，太多了，好可怕、哦哦！奇怪，我要捡呢、啊欸。那怪物打死的，打怪直接掉的算吗？算啦、啊，放车在里面啊。他也会记名字哦。好、啊，那不能来打安德塔了哎、欸。哎、欸，我旁边改岩浆好了，我旁边改岩浆。我可以改岩浆用烧的啊，那个喷出去的那个地方改一格岩浆，东西直接烧掉。啊，然后这个中间版任务啊，真的是你盯很久吗？没有盯，那盯一阵子，好像两不到三分钟而已。我也是查了才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哈记百科全书知道的。哈记百科全影片还没出来，先不要剧透啊。这是从你的百科全书知道的。拖前车，该回家了。哎呦，都掉在上面。嘣！哭啊你！哭啊你！对不起嘛，我不要蹦嘛。没有。对不起嘛。我只想回家而已嘛。后后。诶、欸，嗯，
哎，有人在种田，不要过来了，走开了。种田？谁在种田？我在种田呢、啊。啊！不要过来了！不要过来了！不要过来！波波，你是不是被撞死了？没有，我没事。我刚才没事吧？我只是想要站好一点的地方。嗯，那结尾之后很难挡啊。结尾之后你们在打 boss。对，我在被追，我来不及打字。我打 boss。哎呀，快被 boss 打死了。很危险啊！究竟是他打 boss 还是 boss 打他呢？不不，我想要那个防爆卷啦！哦，给你啊！十点啦、啊！十点了，我已经在上面等了。怎么上面两个？你要这边？哦，这边还有。啊！刚好一人一组。哎呀！十点啦、啊！我要去按那个按钮。哎、欸，我要在你来之前先按。那你可以按啊。我要看到你跑过来，你快到了，最机车的那种，然后就这样开刀，我就这样子，哎呀，我哎呀，我要按按钮，你怎么站在那个位置？哎呀，哎呀，重嘞，哎呀，十七，十七，哎呀，太扯了。这是来就是他，对，定第一次，哎，考他谜语，太夸张了啦，中四次哎，是不是作弊呀？啊，其实我花了大把钞票跟哈基校长买黑箱啊。钞票嘞？我怎么没收到？钱嘞？钱嘞？校长没收到啊！校长还没收到钱。校长很生气呀、啊！说好的钱呢？没事，你等下私底下你会又会的也可以了啊！新台币啦，新台币。还是比较喜欢新台币一点。对啊，对，比较香，香啊，还吃。哎，不是我啦，你坐在我的位置上吗？啊？哦，你先。没有，我刚传回来。哎，他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看到了，他是不是？哎，马死掉了，我的女子，一只爆了，哎，我的女子，没有了，他的驴啦，驴子哦，他还在，他还在，他还在，骑驴找马，骑驴找马，我知道附近还有哪里有，明天拜拜，下次陪你。哎，我被打歪了一格。你歪了，你要去瞧一下吗？你要去瞧一下，你要报告老师吗？老师要去瞧一下，要不要去瞧奶奶？校长，你的裤拉链没拉？有啦！好啦，今天到这边啦，下一次应该会有活动，然后没意外那个。副本也会把它重新大更新一下下。哦、啊，到这边下课，下课喽，课啦。我刚刚一直忘记我要干嘛，他的皮革还他。好啦，我忘记我要干嘛了。刚刚一直在想，本来是想去那个深海机搞那个夜魅塔，我想想啊，算了，下有空再去弄好了。啊，就这样，感谢各位今晚收看。我待会要去跟冰沙他们去跑图，欸，光遇的。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欸，后来日麻，我想到那个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谁在何一凡，我就一天不开日麻这样子。这样有没有？不然就是谁和一凡那一场，我直接就是中断弃权离开，这样也可以啊，对不对？就很棒，带一凡啊，带下去啊，再不小心啊，就反正责任制嘛，要死大家一起死啊，对不对？
好啦，就这样啦，拜拜。我这个有跟其他人说啊，我说哦可以试试看啊，反正一天不开台对我来说太亏，那不然就是把你们大家踢掉，结束那一场换下一场，这样子。好啦，就这样啦，拜拜。